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们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你。逾越节晚餐，耶稣就入席，中途也同他一起。耶稣对他们说：“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餐。我告诉你们，非等到他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我绝不再吃他。”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把这杯拿去，彼此分着喝吧。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因行此礼，为纪念我。”晚餐以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
而立的新约。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请坐。愿意继续分享我们圣体大会从1881年一直到1981年100周年，有出了一本册子，就是我这几个礼拜为大家分享的这些圣体圣事的奥迹。那这个星期天9月5号也是我们全世界教会所举办的每4年1次的圣体大会，在就是第52届的圣体大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来举行开幕礼。那一连串的活动，9月11号有圣体游行，12号星期天有一个闭幕弥撒。那我们在普世教会大概都会同步来进行这个共荣。那从上一次分享，我们说圣体圣事，感恩圣祭在晚餐厅耶稣建立，那它是教会每一次在主日一个聚会，也是聆听天主圣言，然后来参与感恩圣祭，也就是圣祭礼的部分。那今天愿意来分享，他这个感恩圣祭里面也是一个纪念，因为耶稣在晚餐厅，嘱咐宗徒们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所以，我们世世代代2000年来都在举行这一个纪念。那这个纪念的含义包括了犹太人的逾越节，但这里我们都从圣经明白，那是天主，他以他的选民所订立的盟约，也就是意味着天主的选民来参与天主对世界及人类的计划，来举行这个礼仪的目标是为使天主的永恒事业成为现代的临在于人间的事业，就是这个纪念。那犹太人的逾越晚餐的意义是他们在从基演历史的事迹，也就是天主用他的大能派遣他的仆人梅瑟在埃及把他们领出来，然后渡过红海进入福地的一个圣事性的重演，重新在他们的生活中来出现，同时也使这个事迹提前圆满来完成。所以他们按照梅瑟的法律所规定的吃逾越节的羔羊，这样做他们不仅纪念过去历史上的事迹，他们也寄望于天主的许诺，也就是他们天主要领导他们走向许诺的福地墨西亚的王国。到了新约耶稣来的逾越节，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读的路加福音，耶稣在圣周星期四建立的这一个纪念，我们把犹太民族在一个很长的礼仪传说中的所生活的这个信仰经验来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去想耶稣的这个纪念不但包含某种的话语，也包含着某种的记号，也就是分开的饼与共饮的酒。那教会从初期以来，基督徒常重复说与行耶稣所说的话语，与所做的举动都没有间断。当我们在弥撒感恩圣祭中举行耶稣的逾越节的圣事，也就是以纪念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信德中重新生活他的生活，他的死亡跟他的复活，也是宣告耶稣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他是祭献，他的祭献是独一无二而又完美的，也是永远的。所以这样的逾越
让我们迈向天国的盛宴。啊，耶稣的死亡与复活的纪念，来促进由他所开创的新世界的进展。如同圣保禄所说的，的确，你们每次吃这饼、饮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直到主的再来。所以我们宣告主与世界末日要再来临，这个宣告使我们从现在起就参与天主事业的完成，因为整个创造的工程已在基督上来更新了。所以犹太人的逾越节、世界末日的天国盛宴，以及我们为纪念耶稣所举行的感恩圣祭之间有本质上的联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他穿越过去、现在及未来，他是昔在、今在及永在的天主。所以我们在圣体面前可以去默想一个圣体圣事的奥迹，还有这个永恒的纪念。我们不止在地上，也到永恒的天上。我们祈求圣体圣事的恩宠常临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透过今天的我们对圣体圣事的守圣时，也为世界的和平、为世界的得救来代祷。
们一起来念唱识别串经。我们为第52届国际圣体大会来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信他因圣神降孕，由童贞玛利亚诞生，我信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我信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我信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我信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我信圣儿公教会诸圣的相通，我信罪过的赦免，我信肉身的复活，我信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挚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灵魂祭奠主心，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既不是的罪过。
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既不是的罪过，因他的慈悲残酷难，求你眷恋我们既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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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慈悲残酷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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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们你至爱至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身血、灵魂及天主心，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既不是的罪过。因他的慈悲残酷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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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因他的慈悲残酷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永生之父，我们你至爱至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世、灵魂及天主心，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既不是的罪过。因他的慈悲残酷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因他的
子非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因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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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非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不是，因他的子非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因他的子非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因他的子非惨苦难，永生之父，我把你挚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灵魂祭奠主心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既不是的罪过，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因他的子非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因他的子非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因他的子非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因他的子非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既不是，主耶稣，慈悲地。
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们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们信。念念不休。